真的不难的。奥上肯定有皮，你是说多或者少？贝克不一样吗？我是说大部分的玩家。我觉得还是有皮肤要好一点。当时一套一套的，救我！敢救我？我操！这你妈的嗨的呀 ！TP 只是为了更好的上线吧？我怎么看到这个 TP 感觉很高兴你呢？啊！好嗨哦，我感觉这 TP 好多啊，能不能改成 TP 两分钟一个给他们，就把他们的六分钟改成两分钟。妈，喝点药可以吗？你可能不信我，我飞了过去。哎，这里面有个针眼，我操，什么时候有的？来，给你，给你。你刚才擦的吧？再来！哎呀，你都。还没蓝的，这两个人都没蓝，但是我们的蓝，哎，你怎么没血蓝？我这次寻思他狼打哪里去了？我操，你们这兄弟他妈这是走位的吗？哪位？不走位就是最好的走。这是京东醉打 EDG。 哎，618是什么购物节啊？就是就只是因为是618就可以购物节了？什么刚
刚好过两天我准备买一个小冰箱，我看怎么好多什么京东啊淘宝都有什么6.18的，这什么节日啊？不期待，我也不知道。年终打算去买个小冰箱，因为新租的那个房子没有冰箱，冰箱房东给他运走，这夏天没有冰箱挺难过。你也开 Q 补的吗？哎呦我操！他这都能 Q 到我？难多了是吧？像我们这一直压着他们，感觉他妈的很难杀他们。主要这两个 P 也猥琐，你不是有 TP 吗？死就怎么样，无所谓的呀，死了嘛再踢过来。他妈有也不是这么有。来让怪叔叔给你来一鞭子。哦，打野来了。这下是蓝了你们。死了吧。蓝了还要过来看。看啥呀？看新的吗？还不让看的？好奇心就这么重吗？哎呦，感觉我们这个我操！你都没了？他交易没啊？对啊，赶紧打他一下。不知道哎。哎呦我操！是你吗？失误了，我他妈在按那个 E。的位置，我没蓝，可以，还以为螳螂在这里有眼呢，我操，回来。想看帽子戏法吗？我操！你反应这么快的吧？我怎么走不动路啊？老子他妈刚刚走不动路，我操！反应谁来？王志杰反应。我就操了！我刚刚他妈突然怎么走不动路啊？真的卡了吗？可以溜飞啊！哎呐！什么装备呢？真狠心啊，你他妈的好歹出点攻速啊，直接就是攻击力怼起来了吗？不打人是吧？有意见
啊，全部都是攻击力，这样的小可爱就不能慢慢的砍吗？那就要一刀刀见肉。关键点，谈了这英雄，在有草的情况之下，太猛。他打你一套，发现好像你没砍卡。哎，怎么不掉金币啊？不是，我刚以为我卡了，你知道吗？赚多少钱了？没进去。你有闪吗？我闪他妈不早把他带走，带他回家找妈妈。哎他妈的，击毙了，快走！谁击毙了？巨龙吗？哎，这三八是有红 buff 的，装备有点好吧？这。有点肉，损失有点肉。粉丝该第三能被很这个勾。哇操，这对方好肉啊，还这么好的吗？多少级啊？那十级。蓝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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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蓝。
我操！闷死你啊！他先清线，厉害。完了，啊、他妈有红 buff， 我操！大哥，放火行不行？好，好，怎么跑啊？跑不掉了，在对方面前跑。哎，我又不是跑酷高手。嗯，这对方好猛啊，有点难搞、哦。很难顶这个 P14 级。今天白天干嘛去了？我吗？啊，没干什么啊，我在调东西啊。啥事也没干嘛？在看直播啊，调东西啊。哎呦，白天下午他妈睡了一下午。哎，真的睡觉还是要晚上睡。昨天下播的时候，啊、还有一我还去玩了一下那个。FPP 第一人称视角的那个刺激，他那个老子玩吐了，我操！你也玩的头晕啊！第一人称啊，第三人称，我操！
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提个大刀，他给我来了。不行，这波人员有点集中。我把你一扫，兄弟能不能吸啊 ？OK， 对不上，只能换一个。给我顶住，顶他，顶住！我给你打不了，我还有七秒、六秒，可以加工资，加工资啊！必须加工资，我先走啊！我给你 W， 七秒、六秒。不是，我是有 W 不是吗？啊、哦！走走走，走了。啊、哦！七秒、六秒，这是他妈的打野怪的哦，他没有打野的。你这个瑞文我就操了。哎呀，这啊！瑞文这么猛，他们是大佬，他们真的是大佬。我去放野。哦，没打吗？打不了，他螳螂都不在，都打呀。其实他们硬着打还是能打，瑞文太肥了。一般，你忘记刚刚是被谁骑着那个大剑给摁在墙角，一顿抽打。你好像忘记了，回家做救赎去，能不能弄死他？试一下吧。那不随便弄死，给他妈的安排的明明白白。他死你别，我去听你一下。你有需要吗？嗯。啊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啊，应该走。走，翻三大墙走。因为挺会绕啊，我操了，把老子绕晕了，我回家了。哦，西克就很没掉下去，出来一个。啊，咱俩文章真的好厉害。如果不跟他拉近距离的话，其实真的挺难勾他，你们知道吗？其他很灵活的英雄啊，一定要拉近了才能够好勾，才能保证命中率。哎，我看到个宝贝，我这里啊，这里啊，来啊！哎呀，哎我他有来，不能够啊！你怎么能杀我的队友呢？跳什么跳啊？好多疼啊！哎哎，我有个救赎，在我救赎里面战斗吧！操！这种上刀技巧，他妈是你能撼得动的啊！小瑞文，放水了，嚣张！哎，追不到，不要追了，没意义，他追追不到。这个瑞文太能跑了，他妈他还反向逆向思维吗？那他死了呀！牛逼！兄弟，你真拿他没办法，真的。还追不？他勾引你啊！哦，他竟然敢勾引你！怎么说？是这么个事情，我看了一下，他们快复活了。他妈导盲犬来的吧？他妈开个 Q， 这人没感觉呀！哎，小日吧，小日吧，退掉，退掉，靠位置，靠位置，对吧？这文，这种英雄，其实英雄联盟的 CP 天大洋不是假的，兄弟。哇操，兄弟，这一千块，直接就是拿下。干嘛？来呀！来挠！来呀！快来啊！这他妈还有。哎呀，我是不是应该拿了，兄弟们？哎呀，不是，我人头太多了。我先把竞猜给他拿下去。为什么要让人头呢？我的我的。好想给点钱。哎，我的我的。问题不大哦，谢谢直梦送的两个血瓶，还有暴飞爸爸送的一个火锅，谢谢老板。啥？在说什么呢？在说这个。我做点魔幻吧，做个魔幻。没事啊，人头嘛，
还不是想拿就可以拿得到的，反正我特地杀人都杀得手软了，那但我还不是我这么东西随便杀一个，你们放心，我拿头那是妥妥的。小说是挺好看的，其实我已经好快有一两年没有过就是说看小说看通宵了，以前经常看，我也从来不看小说，但是尽量少看，真的看不来，看小说真的很容易上瘾。好了，你吃饭。哇，他怎么这么硬啊？这边这边这边，哎，这日文有这么嚣张啊？怎么这么虽然你肥，真的嚣张啊？信不信叫嚣你懒子啊？我操！真的这么放巨石？你操，这么真实的吗？这筒子就是不爆的吗？还狗当的，这服务的到位不，老板？嗯，这个到位，这个当的到位。